是一个爱折腾的男人，让猪住进楼房里，而且只能住在二楼。乖了啊，过来跟你玩，幸福的母猪哦。桑树枝、水稻秸秆、茉莉花枝，农户扔掉的废弃物，他却说都能变成宝。天天的在这里搞这个搞那个，搞得很讨厌。你怎么这样搞来搞去，这样折腾，要花那么多钱，有意思吗？他高中文化，却折腾出了1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，靠着独特招法，一头猪总能比别人多赚400多元。2019年出栏生猪38.5万头，年销售额17.8亿元，带领1500多户农户共同致富。创新给我带来了财富，创新给我带来了快乐。看陈忠红如何快乐折腾，怪招养猪。财富无处不在，行动成就梦想，欢迎收看致富经。说起广西玉林的陈忠红啊，在养猪行业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了。奇的是什么呢？奇的是别人养猪不赚钱的时候他能够赚钱，别人养猪赚钱的时候他一头猪比别人还要多赚400多元。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高中文化，却先后获得了1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。2018年国内生猪行情处于低谷，陈忠红却敢于扩大养殖规模。2019年他出栏生猪38.5万头，销售额达到了17.8亿元。陈忠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，有这么一片楼房，楼房分上下2层，塑钢的窗户全都封闭着，乍一看像是普通的房子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楼房可不是用来住人的。你又想来啊？啊，你又来啊？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，乖了啊，过来跟你玩，跟他开心啊，幸福的母猪哦。陈忠红养的猪全都住在楼房里，而且只能住在二楼，一楼是不养猪的。让猪住进这神奇的楼房里，陈忠红一头猪就能比别人多卖400多元。2019年陈忠红一共出栏生猪38.5万头，算下来就至少比同行多赚了1.5亿元。这神奇的楼房不仅能让陈忠红多赚钱，更特别的是养猪的楼房里竟然闻不到臭味儿。现在有很多人到了我们这里，他说哪里有猪场啊，没有啊，倒是有这个感觉。当时参观第一个感受就是，首先进这个猪场不臭，我们这些老传统养殖的话，很远的地方就很多闻着那个猪屎味儿。这神奇的养猪楼房是陈忠红设计研发的，他凭借一种节能环保的猪舍，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。当地人都说陈忠红是个爱折腾的男人，一般人能拿到一项专利就不容易了，而他高中文化，竟然靠着一股爱折腾、爱琢磨的劲头，先后拿到了1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，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同行来他的养殖场参观学习，同行对陈忠红都非常佩服。这是土专家，那我认为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专家，那为什么还使用？我们呢做整个系统性创新，如果整个系统你不锻炼，你的猪就会漂亮，就健康，就会赚钱，就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收益。因为创新，陈忠红在别人养猪不赚钱的时候他能赚钱，别人养猪赚钱的时候他一头猪能比别人多赚400多元。2018年国内生猪行情进入低谷，而陈忠红却逆势扩张，新建了5个养猪场。2019年出栏生猪38.5万头，年销售额达到17.8亿元。不光赚钱有招，在养猪行业打拼了32年，陈忠红对猪的了解也不一般。高兴的时候呢，怎么高兴的，就这样，看着你，
那个头看着你，那个嘴巴张开，很松的时候，怎么松呢？那个背拱起来，耳朵竖起来，眼睛两个眼睛瞪着你，偏红，眼睛偏红啊，像这样，偏红，那个嘴。这个动作你就不要靠近那个猪了，它就会攻击你。现在有1500多户农户都在跟着陈忠红用他的方法来养猪。陈忠红到底有什么样的赚钱绝招？他建造的这些神奇的楼房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？陈忠红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民安村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高中文化，1988年开始养猪。他先后到广东省深圳市、东莞市办养殖场，2003年回到了广西容县养猪，生意一直顺风顺水。可到了2005年，陈忠红发现，他的生意快要干不下去了。2005年猪价呢是5.5块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重点呢，2005年的时候豆粕3800一吨，麸皮2400，当时的玉米跟现在的玉米是要相差500块钱一吨，一般呢是2400、2500一吨，现在我们的玉米采购价是2000块钱一吨，你说相差了多远？2005年，饲料价格居高不下，养猪效益下滑。许多养殖户停止养猪，退出行业。陈忠红的养殖场也同样面临着危机，他不得不提前卖掉了一部分生猪回笼资金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陈忠红琢磨了一阵子，然后做出决定，拆掉原来的猪舍，给猪建楼房。这就是当时养猪的平房，如果拆掉再盖楼房，一平方米修建成本大约在1200元。建四栋楼房就需要480万元，资金本来就紧张，陈忠红为啥非要这样干呢？很多人不理解，他的妻子也坚决反对。天天的在这里搞这个搞那个，搞得很讨厌。什么叫讨厌人啊？那个要钱嘛，那个人家这个就个个的是用这个传统养啊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搞那个呢？陈忠红却坚持要这样做，还说这里边有他的财富计划，他要让猪住进楼房多赚钱，而且还要让楼房给他带来2份的收入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2005年，陈忠红的四栋新猪舍建成了，他把猪全都请上了2楼。可是猪一住进去，陈忠红就发现了问题。2楼当时用的是水泥漏缝地板，效果并不理想。原来水泥板呢，太过黏，它就冲水，不冲水，这个粪上面呢掉不下去。猪有了粪便就用水冲走，这是行业惯例。可陈忠红却说不行，他的目标是养猪过程中不能冲水，因此他决定换掉水泥漏缝地板。身边的人不理解，都说他这是在瞎折腾。我们一直养猪的，个个都是拉个水管来冲水，冲了水之后就喂猪。你为什么一定说这个猪不冲水也可以养啊？这个就是想不明白这个事情嘛。有一些又拆了，呀，我们员工有时候我们在旁边就说：“哎呀，老板你怎么这样搞来搞去，这样折腾，要花那么多钱，有意思吗？”陈忠红说：“这种地板影响他的财富计划。”他养猪一定要做到粪便完全不用水冲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陈忠红先把水泥漏缝地板换成了普通钢管，后来又进行了多次试验和更换。陈忠红终于找到一种理想的材料。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碳钢网。这个碳钢网呢，对猪来说，猪在上面跑很舒服，认为这个钢网有弹性。这所有的粪粘在上面呢，就会掉下去，很容易掉下去。用了碳钢网，猪来回走动时会产生震动，
猪粪就能顺畅地掉到一楼。但是紧接着问题又出现了，因为猪要喝水，喝水就会有大量的水流到地上。我们也错过，一天猪喝进来的水，占它每天消费的水只有三分之一，从嘴边漏出来的水占了三分之二，这个量就蛮大了。一头80公斤左右的猪，每天喝水时漏到地上的水就有5公斤，这些水顺着碳钢网还是会流到一楼，这可不行啊！要实现财富计划，还要管住猪的嘴。爱琢磨的陈忠红又研究上了。陈忠红根据猪头和猪嘴的尺寸，自己设计了一种饮水器，安装在墙体里边。凹墙外面还有挡板。我们把这个小挡板一顶住，它刚好顶住猪下颚流出来的水，把这个废水全量化收集到管道里面进鱼塘。陈忠红靠着一种凹墙式猪饮水器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。陈忠红发明的这种凹墙式饮水器使用效果还不错，可是陈忠红发现这种饮水器需要给墙体打洞，安装操作比较麻烦，成本也比较高，一个饮水器差不多需要150元。接下来他又进行了研究改进，现在陈忠红养的猪是这样喝水的，猪只有把头伸到这个圆筒里面去才能喝到水。现在我已经改了第5次了，这个效果很好，它慢慢的流到上面管道去了。最新一代的饮水器，一个成本降低到几十元，猪在饮水器里面喝水，漏掉的水通过管道单独收集。它的饮水器一个发明，喝水漏水这一块所有的都接到外头去，接出来以后它就是剩下来在粪坑里头只有粪和尿。有了这种饮水器，就能保证猪舍里干干爽爽。这个小的环境改变了，这个猪不在那个高时用滋生病原微生物的这种环境下，所以猪的更健康了嘛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猪仔的育成率也比以前提高了3%到5%。开发喽！在这样精心设计的楼房里，陈忠红养的猪不仅健康，他要挣2份钱的财富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。原来陈忠红花480万元给猪建奇特的楼房，重要目的就是要在楼上养猪，楼下要变成有机肥加工厂。粪加尿全量化收集，收集完以后最深度发酵，二次发酵，发酵完以后猪粪全部是香的，不管用在种菜还是果树，它都会长得很漂亮了。当初陈忠红就是看好有机肥的商机，才有了给猪建楼房的想法。这样他不仅能挣一份养猪的钱，还多了一份有机肥的收入。他希望借助这个办法，在行情走低时也能赚钱。他把生产的有机肥卖给了当地种植柑橘、沙田柚的农户。我们在养猪过程中，石头猪就可以产生1吨的猪粪。我们现在呢，1吨这个猪粪发酵好的可以卖最低800，最高1200块钱一吨。一头猪光猪粪就能让陈忠红增加120元的收入，10000头猪他就能多挣120万元。可是陈忠红还不满足，他要想方设法让养猪挣到更多的钱。他盯上了一些在当地农户看来没啥用处的东西，像水稻秸秆，还有茉莉花枝，甚至硬邦邦的桑树枝。这些东西当地农户以前最多是当柴火用了，可在陈忠红眼里，他们就是宝贝。桑叶用完以后，这个残枝每年都要砍一次的，很多
我们呢以前老百姓都是拿去烧掉的，没有用。后来我看到可惜，因为它里边含这个蛋白很高。这些废弃的桑树枝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能喂猪，即使粉碎了猪也不吃。可是陈忠红却说，他要让废料也变成宝贝，这让很多人听了都觉得好笑。很多人都接受不了，想那个是可能是太过超前吧，他做的是人家不敢想的事情。如果这些废料能变成猪的美食，一头猪的饲料成本起码能省下100多元。陈忠红的想法挺好，可实现可太难了。他一开始试着用乳酸菌发酵，想把这些废料软化分解，结果不理想。后来陈忠红经过四处学习请教专家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解决的办法离不开一样东西，这个是我们本地产的木瓜，这个木瓜流出来这个汁对我们很有用，简直就是一个宝。原来这木瓜汁里边有陈忠红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，木瓜酶。陈忠红要花费150万元购置设备，他百折不挠的钻研尽头，终于打动了妻子。这一次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。不怕花钱，用钱堆出来的经验，就是不行又改，不行又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专家的指导下，陈忠红从木瓜里提取出木瓜酶，把木瓜酶应用到饲料发酵当中，效果不错。我现在站在这里呢，这个是生物发酵罐，是专门发酵生物饲料用的，一次就可以发酵6吨。已经发酵很清香，味道很好的，猪很喜欢吃。这个呢已经发酵了6个小时。通过发酵，不光桑树枝变成了猪饲料，茉莉花枝和水稻秸秆也都成了饲料。这样一来，陈忠红每年可以减少1/4的精饲料，养殖成本降了，利润提升了。现在呢用了这个生物饲料来养猪，直接全程的经济效益，一头猪可以增加130到140块钱的利润。陈忠红曾在广东省东莞市养猪多年，维护了不少客户，他的产品都通过老客户卖到了东莞市的农贸市场和超市。这肉还可以，很甜的，又不会硬邦邦的，很脆，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，我每次接小孩子上学回来就在这里买的。新方法养出的猪品质好，而且陈忠红能长期稳定供货，因此他的生猪批发价1公斤能比别人多卖1.2元。这样算下来，一头140公斤重的商品猪就能多卖160多元。生产有机肥，一头猪能增加120元的收入；使用发酵饲料降低成本，养一头猪能增加130元到140元的收入。这样总体算下来，一头猪就比别人稳稳地多赚400多元。通过这些改进和创新，陈忠红赚到了钱，也扛过了行情低谷。2009年，他出栏生猪13万头，销售额达到1.6亿元。看到陈忠红还真折腾出了名堂，大家对他也心服口服。到了2018年，国内生猪行情再次下滑，猪肉批发价跌破10元一公斤，许多养殖户亏损，转卖了养殖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忠红却逆势扩张，要扩大养殖规模，这让很多人替他捏了一把汗。你说你的，他做他的，他很坚持，他认定了，他就一定要去做。2018年，陈忠红相继在吉林、江西、四川、河南、重庆等地新建了养殖场，养殖量较以前增加了近1倍。
他的底气来自于他对猪场的把控能力。陈忠红喷的是他自己研制的生物制剂，取代了以往的化学消毒液，不仅降低了成本，而且更加环保。利用它这个微生物来治微生物，把微生物的环境来做好，所以可以把始终是有益微生物占优势，把其他的一些病原微生物它就都给抑制住。2018年，陈忠红在重庆市万州区建造了新的养殖场，当地政府正在推行双百亿工程，邀请忠红全程指导当地养殖户进行技术改造升级。就是100万亩金果林，100万头生猪，这100万头的生猪的这个粪便，做出来的高质量的有机肥，用我这100万亩的金果林进行消纳。陈忠红指导当地农户也给猪盖起了楼房，还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无偿传授给农户。农户向进在陈忠红的帮扶下，不仅养好了猪，生产的有机肥也成了抢手货，养殖利润大幅提高。去年一搞上这个东西，我周边的10-20个果园全部都过来拉，每天都有很多车的卖这个肥的话，收入的话也有70-80万吧。2018年，猪肉价格走低，而陈忠红一下子就把养殖规模扩大了近一倍，他急需增加新的销售渠道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让他喜出望外。他说：“啊，陈老板，我老郑跟你合作做一个品牌店，批发猪，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哎，你有这个想法，可以，可以试一下。”打电话的人叫郑云山，在东莞市销售农产品，有几百人的销售团队，以前也卖陈忠红的产品。两人很快达成协议，共同出资，在东莞市开设了60多家猪肉专卖店。一定要冷链的，就是说身后这些冷链车，全部都是这样的。就每天早上大概在凌晨1点钟左右，他们就把猪杀出来，然后就依靠这个冷链车，在4-5点之前必须很赶时间的送到我们各个档口里面去。猪肉专卖店提升了品牌影响力，当地的大型超市也找到陈忠红合作。2018年，陈忠红的销售额达到5.3亿元。2019年，根据国内生猪产销市场变化，陈忠红主动扩大养殖规模，大幅度提高生猪供应能力，年初栏生猪达到38.5万头，销售额17.8亿元。在扩大养猪规模的同时，他不断钻研，又先后在猪舍温控、水帘通风等方面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，猪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。跟着他学习用他的方法养猪的农户达到了1500多户。他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两个字：创新。创新既壮大了自己，也让跟着他的农户得到了实在在的回报。创新是逼出来的，创新给我带来了财富，创新给我带来了快乐。人们常说高手在民间呢，陈忠红只有高中文化，但是他肯动脑筋，敢于创新。1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对于他来说算不了什么，因为这陈忠红创新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只要是对养猪有利，他就会不断地去尝试去改变，而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乐意和别的养殖户们共同分享创新成果。他说了，大家把猪养好就是他最开心的事儿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致富经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